大家好，我是小凡，简称主王爷出师，我带着你们来到这个恒业国民新中学这个终极战场，带你们去吃咖喱米。听讲咖喱米啊，很好吃的。Let's go， 我们进来看一下，外面一定有卖马蹄的，然后水，还有地炸那边，还有加工，还有卖加工。然后旁边就卖很多饼了，前面到后面都是卖饼啊，那边还有炒米粉、炒面啊、炒粿条啊。要到他的咖喱米啊！你看这么多人，这么大间哦，就专卖咖喱米了，还要排队。一个大一个小啊！你看辣椒是这样自己咬的，啊，全部自己咬啊辣椒。几年了，哥这样。沙滩几年了？老板娘已经三十多年了。啊，那这里。啊，那不一定好了。三十多年。好，别说啊，好好好。来，大家来。走吧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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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边还有几档好吃的，还有糯米，它的七块小六块，它还有包，你的叫包，还有炒面、炒米粉，还有炒粿条，都这边都给我的，还有水，要水这边，水现在我这边是一个是大的，这个是七块，然后小的是六块。我们刚才吃的你的辣椒就是直接是这样拿，直接放上去了，所以我现在 try 一次哦。啊，里面有什么？你看，它里面有豆包啊，然后这个好像叉烧这样的豆芽，还有蚕豆，然后米粉面，然后你要浇啊，那个辣椒你浇到红红为止。所以我现在吃，吃咖喱米耶，最怕就穿白色衣服，然后小心吃，它碰到衣服。要吃看是不是在传说中的这么好料，那么多人来吃。太香了，你会吃到薄荷味。嗯，它不然说又是传说中啊那么好喝，它的那个薄荷咖喱那味道一起来真的好吃，特别是它的汤，它汤真的是很香。果然是这么多人吃，你看排队。这边吃呢，你就是要 self service 哦，你要下面 order 拿来这边吃，好位置坐。你是咖喱米的粉丝呢，一定要来这边 try 哦。这边真的是一流的咖喱米，我是小芳，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